染发还是我理平头，我们给大家选。十分钟后，72%染粉红色头发。等一下，哇，好红哦！等一下弄完这个，我现在去影响剪头。今天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 Throughout the day 呢，我们会在IG上面po要做这个或者是做这个，然后十分钟后我们看结果是哪一个票数多，我们就去做那件事情。对，充满未知的一天。 好，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看大家要不要让我们吃早餐。一整天如果要做其他事情的话，我觉得早餐非常重要。希望 Dolphins 可以让我们吃早餐。现在超饿的，拜托大家。我们都在早餐店前面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story 抛出去，10分钟后看是不是让我们吃早餐的票数比较高。我觉得 Dolphins 现在都是好人吧，不会想看我们受苦吧？其实我们 Dolphins 现在蛮想看我们受苦。好，抛喽。 希望大家有良心一点，我们都到门口了，让我们吃好不好？靠你们了，我们还要先等十分钟，看一下这些Dolphins有没有良心。竟然有200-50个人要我们饿死，你们自己在留言区出来面对好不好？就十分钟过后，1000多人投票，全部有74%的人还是要让我们吃饭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吃，赶快吃。 换到一阵子了，头发也有点长，真的头发蛮长的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想说顺便剪个头发好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光剪普通的头发，我们要哦，这真的是跳脱舒适圈，其中一个人剪完头发要染粉红色，全粉红哦，或者是要理平头。那我们先剪到手部。Oh my god！ 哎，我输了，那么多脚手，我这一把最想赢，这一把一定要赢。我觉得两个都很烂，因为我这一生从来没想过染发。你没有染过头发吗？我完全没有染过。我大学有染过，可是我正常颜色就是那种深咖啡色。你要染个粉红色，真的是挑到舒适圈。我们现在先猜拳，决定谁是哪一个。剪刀石头布啊！还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现在先不要崩溃。 怎么这个时候输啊？我染发。好，你染发，那我平头。因为你比较不喜欢平头，对不对？我比较不喜欢平头。可是你平头，其实就是差那2-3公分而已。啊，我不知道Dolphins 比较想。哇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这样是不是感觉大家会比较想要看粉红色的头，还是你的平头？我不知道，好，反正我们让大家选，染发还是我理平头，我们给大家选。Eric 在 IG 上面问大家，我染发还是 Eric 理平头？我不要。10分钟后，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。10分钟后，72%染粉红色头发。 Oh my god！ 好，你们舍得这样子弄我 ？Oh my god！ 他染粉红色的头发，要漂，那就漂啊，你是漂啊，我现在已经放弃人生了，真的是可以多粉红就多粉红，很猛哎，我跟你讲，说不定你染完觉得自己是 K-pop star， 真的，很多事情就是你没办法预测，然后你不去尝试，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，没错，对，我频道就喜欢讲这种干话，好，试试看喽，什么你压力大到头发都白了，哎，你头上戴这个是什么？ 它是个脑波器，它就要帮我洗掉这一段的回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会紧张吗？上色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等一下。哇，好红哦！我现在弄完这个，我现在去影响剪头，只想剪平头了，简单多了。 我这个发型要弄多久啊？赞哦！之后的快闪都这个颜色，所以大概还要半个月。我花钱了，你有当 K-pop star 的 potential， 好险是你，不是我。好了，大家继续安慰我，不然我这几天很难过。我们现在去买山顶帽子。我现在就突然觉得弄完之后，我突然想要去理平头。真的好亮哦！好啦，我觉得有运动家精神。我现在没有一个就是知识型高完全没有的频道的感觉，没有，就是一个有点 low 掉了。你从戏骨工程师变成厉害。哇哦！哇哦！改变，跳脱舒适圈。我们很久没吃饭了，自从那个早餐到现在都还没吃，我们赶快去吃个饭。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看那个明星哦，有个明星，请问你是 I Dragon 吗？气死了！你跟这桌子也是很配，你要不要在桌上睡觉一下？你躺一下，你趴下。你头发不见了，你的头发呢？赶快去买帽子。